伊讲小番茄伊个叶柄吼拢打起，包括伊个上位叶呢是虾米病，要安怎处理？那有一些叶面呢是弯曲的，是不是热障碍？这个甲看起来吼，豆较无像是所谓的这种吼，因为叶啊吼，那么有一个这个这种咱伫番茄内底吼，有一个这种黄化的一个斑，有一个叫做黄化斑点哦，斑点尾凋病毒哦，这个较惊是惊这个，然后就是讲，若不是这个就好。何处理哈？斑点尾凋病毒哦，如果那是这个一张半张有这种情形呢，那么这个有可能哦，这有可能呢是这款的这个情形哦，因为这个这个呢比较麻烦哈，因为这个目前这种斑点尾凋病毒哈，这个物件呢，那么以整个哈大概。有挺多的哈，这个番茄斑点尾凋病毒哈，那么够一个是这个天椒这种的吼，这种，那么伊的这个叶啊吼，也安尼翻，也安尼 QQ 吼，节间的缩短哦，变矮哦，这些通常有这款的这个现象。那么伊的长，最主要是这个长的连吼，小花那种这种，感觉有一点啊，有安尼吼。那么目前看起来呢，这个比较担心吼，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吼，所以这应该是爱加强哦，这加强气味这个防治吼。那么以这个蓟马这一类这个防治吼，阿无呢，也真容易吼，真容易有这款的这现象啦吼，所以。那是较惊是惊之类啦吼，这种感染病吼，这真济咱种嫁接苗会当防治着药吼，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吼，但是呢真惊吼，真惊吼，很怕呢，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药啊吼，还是要来注意着吼。那么伊伫这个因为这症状呢非常的像吼，所以呢伊伫迄个所在呢有一点啊臭大臭大，然后规长呢。很快呢就的抓连起哦，那么有这种的这情形，所以这个呢比较怕的，就讲你看不出来是这个什么款的这个病菌哈，但是呢在这个叶啊这些所在呢，就较容易有这款的这情形啊，臭大臭大啊，叶啊变形哈。那么然后呢伊的规章的抓连队啊，那么这种情形，那这种情形呢，有当时啊真歹去。比较难去判断啦吼，所以呢，第一就是讲你是可能这个爱加强吼，加强这个这种叫这个大概最主要，就是一种咱咧讲就是治嘛，吼气味性防治要好势啊，无这会也一直拖开去吼，因为惊有时候怕什么来什么吼。因为这个番茄这种病毒病呢，这个目前哈在研究上哈，发现哈，这以好像越来越多元的这情形哦，这种的这竞争哈，当下真容易呢，这家哈，那么这种尤其像这个斑点尾凋病毒，通常在心肺这所在呢，也出现在这个哪种，有一点点啊。另外，这个要安尼透明吼，这款的这情形，这上惊的惊这个吼。那么，这个让慢慢超大起，叶爱 QQ 吼，爱变乌，爱大大生长点停止，这个花吼拢顶未开，就有开嘛无啥会掉个，长会普遍也是，你啊细长掉掉伊就袂大吼。那叶啊呢，也变安尼红红赤赤吼，这。所以你这种的这个竞争呢，非常符合哦。这惊就是惊这个，吼，就是讲看起来呢，那么以及伊个会怎塌心哦，这生长点的无去慢慢，伊个斑点出来叶啊呢，开始伊会连哦，然后这个开始长的怎连翘伊安尼吼，甚至伫各管顶也是会有这种诶危险吼。这问题安尼吼，所以这个可能爱稍注意着，这是蓟马来个诶，这个传染的这个这种叫做斑点尾凋病毒哈，所以这个比较麻烦啊。那么几率很大，但是
讲讲真诶，也不敢哦，不敢说，因为这看起来是安尼吼，就是讲上胃液吼，这个臭大气吼，这种情形，这都是做标准诶吼。啊，另外这药啊吼，这是这斑点微雕病毒诶这个情形吼，这啊不是热障碍吼，但当然因为高温嘛吼，啊高温伊这个气味呐严重诶时阵，伊就容易去传染到这种诶这个。啊，这个北海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。那么，这刚好上面较好的这方法啦，哈，目前来讲呢，其实是没有哈。那么，上界重要的是爱较紧哈，先把这个气味呢，先把它控制哈，啊，不伊会就容易个摊开去，哦，伊个寄嘛，这个啊，这个、传染能力足强的，哦，所以这大概是按呢这个。看起来是比较难去那个。那么目前有一挂有的人讲用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啊啦吼，这物件。那么这个有啥咪方式呢？当哦，算伫植物上有啥咪较有诶吼啊，这个。诶，当去对抗掉这个啊，这个病毒病的这个方式安尼啦吼，所以呢啊，目前呢啊，这个伫咱栽培内底大概看不出来有啥物较好的这个方式啦吼。那么已经确认的是这个啊，有一个叫做氨基寡糖吼，氨基寡糖这一类的东西吼。那么这个所谓氨基寡糖素哈，还是讲这类、个、啊几丁聚糖这一类的东西哦，这类、个、可寡糖哈、哦，就是氨基寡糖这一类的物件。那么这类呢提来用哈、哦，大概能够增强一对的这类病毒病的这类抗性哦，这个已经是确认是啊唯一哈、哦，大概能知道说啊，伊较袂要假辣安尼啦哈、哦，这大概是在用的时阵呢。那么可能有这款的这情形啊，你讲伊对这个病毒够完全的这个效果哈、哦，目前是没有了哈、哦，就是讲啊、这无一项物件哈，是讲也当增强伊对着这个啊、这个抗性哈、哦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、哦，所以可以去用一点，哦、这个能够也当增加哈、哦，那么增加对着伊的这个。啊，这个作用哈、哦，所以大概在这方面的这些物件呢，啊，你可以去用哈、哦。啊，这种氨基寡糖之类的这些物件，有时啊，伊真歹用哦。你用的时阵啊，你那是含其他的物件去染做伙哈、哦，这比较容易伊的，因为伊看起来是那种。也是溶解了是透明的这个啊透明的这个液体啦吼，但是就是讲你咧用的时阵呢啊一定爱注意，因为这种物件就容易产生结絮现象吼，会跟倒灰，所以啊爱较紧去甲伊这个吼、哦、较紧去甲伊啊那泡落了较紧甲用掉，啊无这真容易吼、哦、这沉淀啊、哦、啊，除非你那是有单的。那么尽量不要跟钙镁哦，高钙镁这种钙啦或镁很高的这些物件来做会用哦，因为这也较容易粘起来哦，所以这还需要注意一下。大概今天还可以有一点点效果，但是这个效果说多好都是骗人的啊、哦。这大陆袂甲足浅，但实际上呢啊，不啊个人该应过哦，这些其实真正得了以后也是很难。得了以后还是很难，所以就好比有时候做这些参考。